約咗班師兄師姐今日去火石洲，咁啊玩捆邊，就捆過去瓜窿洞嗰邊。好，而家落船。关窿洞嗰边捆过去，咁啊沿途好多海蚀洞。系啊，呢边呢边过去啊，呢个就系海秋湾啦。咁啊，沿住呢边咁啊捆边过去关窿洞。咁上面有个空难纪念碑喺个山上，我哋暂时就唔考虑上去住啦。今日天气唔系咁好，系啊，阴天有雨添，头先搭船出嚟。哇！喺橫風橫雨，咁啊，話你啦，閃曬啊，閃電啊，好，而家落去先。今日落咗雨啊，啲面石面又比較跣啲，所以要小心啲啊。哇！閃曬電啊，所以等個雷雨區過咗先落水啊。如果唔係有危險性，呢度呢度呢度落，呢邊落。頭先我哋喺上邊啊，唔可能上山行嘅，上山行唔知邊個位落翻翻嚟啊，而家唯有落水咁樣行過嚟。係咩？唔緊要啦，試下揾完。係啊係啊係啊。上嚟先啦。係啊。好，行到嚟呢度，前面有個海蝕洞啊！哇！呢個風向玩喎，呢個洞。穿越穿越。可以穿過去，唔理啊，唔理。哇！呢度首先有個海蝕洞先。哇！呢個嚟到好垃圾啊！水漲啊！而家我啲水好清啊，都今日小破邊，今次呢個唔知會蝙蝠啦。入去裏邊企出嚟影呢個石好喎，靚喎，風走咗入嚟。蝙蝠冇啊，呢度蚊，好，影下相先。好，过到另一个洞啊。呢、这个可以穿过去，呢、这个好，
行埋啲先。哦，正啊！好似今日清啊！今日真系啲水清啊！Thomas 小心啲，边边嗰啲啊，宁愿喺中间好过黐埋边啊！边栋啊 ？Hello。边栋远近？系啊。正啊呢度，正。哦，头先我哋喺呢个洞里边，嗰边穿洞过嚟呢边。咁啊，有，有个你呢边上啊，火红石洞啊呢、這个，里面仲有嘅，不过今日水涨啊，水退中，慢啲就可以行入去里边，啊，等啲师兄师姐上去嗰个石嗰度呢个位置。打卡先。又一个洞。斩道洞啊，都算几深下。不过你做好垃圾啊！哦，好靓下喎，望出去。好过啊！头先嗰个斩道洞。到而家呢一个曲尺洞，啊，这个更加风平浪静啊！入去探望一望先，几靓，好天啊！而家。由里面睇翻出去呢个咁嘅曲尺洞，咁啊形成一把好似曲尺咁样几次嘅，咁啊呢个洞就唔系太深，冇头先嗰个斩道洞咁深，不过呢个洞就斜斜地嘅，斜洞啊！今日啲水都比较满少少，虽然去水，但系都仲系比较涨啊！咁所以嗰啲石就未顯出嚟，其實好淺噶，企啲位置都好淺噶啦。啊，對面就橫洲咯，望到。好，而家出翻啦，去翻向嗰個關刀洞進發。橫洲角洞啊！繼續向關刀洞進發。转个弯就到啦，得闲话倒过去先。
好快到啦！好快就到啦，转个弯就到啦。冇错，前面见唔见到嗰、那个？个岛埋边个就系关岛洞啦。到啦到啦，关岛洞啊！可以一直游过去，又或者行埋去石滩嗰边，过去嗰边，我咪过咗去啦。系咯，唔系再唔系嘛？系喂，游翻过去埋边上咯，行埋边咧，我哋。好，游埋过去。好，嚟到关岛洞啦。埋边呢个啊？穿鼻窿。后面那个穿鼻窿后洞，今日而家水退中，风平浪静，比我哋上次更加静，一阵可以穿洞穿过去，系啊，里边嗰度有个穿鼻窿洞，后面嗰个锁匙洞咧已经好靓，可以听入去里边嗰度。水冇啊！近距离啊，呢边啊，穿鼻窿，黑色嗰个系锁匙窿洞啊，嗰度影出嚟好靓。咁呢个穿鼻窿可以咁样过喺后面出翻嚟，后面有个穿鼻窿后洞。哇！今日你啦，可能今朝早雷暴嘅关系啊，你啦，得我哋几个同埋几个同船嘅朋友，冇啦，冇其他人，可以慢慢打卡。穿洞啊，同木舟穿洞，今日正啊嘛，嗰次啲队都砰砰声啊都，今次正啊！后边上，后边上，后边上，后边上。无心插柳嗰张几靓啊！锁匙洞，景色好靓啊！啊！好，呢边系。穿鼻窿呢个洞，另外一边头先喺嗰边过嚟，整完呢个锁匙洞，喺呢边。你点啊？哦好，穿鼻窿后洞啊呢、这个。哇，好多发泡胶，好污糟。好，影完相打完卡，歇。
關老洞的行程完結了，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，隔船應該差不多來接回我們了。咁啊，我头先由海秋环嗰边就群边群过嚟，咁嚟到关都洞，咁沿途有几个海食洞，咁啊可以打卡影下相，譬如海上皇宫啊、曲尺洞啊，仲有个栈道洞啊，咁都几靓。咁啊，如果玩群边，咁啊有啲海食洞就上心落市嘅。咁其实出去咧，关都洞出边咧，咁群过去。右手边嗰边咧，仲有好多好多海食洞啊！其实嗰边先系精华。不过我哋限于时间唔够，咁啊，下次再 planning 多次啦。咁啊，出去关岛洞出边嗰边玩。今日你睇下，哇，风平浪静啊，鱼啱水退啊，啲石露晒出嚟啊，全部都可以容易啲行，系啊，又唔会有危险。咁啊，头先嗰个穿鼻窿里面就好容易入去啊！如果系有风浪咧，里面砰砰声几难搞嘅。咁啊，嗰个穿鼻窿后洞啦。咁啊，下次出去出边嗰度planning 出去嗰度玩一次。咁嗰边仲多海食洞啊！系咯 ，OK， 拜拜。